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五，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三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无尽功德藏回向？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以忏除一切诸业重障所起善根，礼敬三世一切诸佛所起善根，劝请一切诸佛说法所起善根，闻佛说法精勤修习，悟不思议广大境界所起善根，于去来经一切诸佛一切众生所有善根，皆生随喜所起善根，去来今世一切诸佛善根无尽，诸菩萨众精勤修习所得善根，三世诸佛成等正觉，转正法轮，调伏众生，菩萨悉知，发随喜心所生善根。三世诸佛从初发心修菩萨行，成最正觉，乃至示现入波涅盘，波涅盘已正法住世，乃至灭尽，于如是等皆生随喜所有善根。菩萨如是念不可说诸佛境界及自境界，乃至菩提无障碍境，如是广大无量差别一切善根，凡所积极，凡所信解，凡所随喜，凡所圆满，凡所成就，凡所修行，凡所获得，凡所知觉，凡所摄持，凡所增长，悉以回向庄严一切诸佛国土，如过去世无边际劫，一切世界，一切如来所行之处，所谓无量无数佛世界种，佛智所知，菩萨所示，大心所受，庄严佛刹，清净业行所留所引，应众生起如来神力之所示现，诸佛出世敬业所成，普贤菩萨妙行所兴，一切诸佛于中成道，示现种种自在神力，尽未来际所有如来应证等觉，遍法界住，当成佛道，当得一切清净庄严功德佛土，尽法界虚空界无边无际无断无尽，皆从如来智慧所生，无量妙宝之所庄严，所谓一切香庄严，一切花庄严，一切衣庄严，一切功德藏庄严，一切诸佛力庄严，一切佛国土庄严，如来所睹不可思议，同行素缘诸清净众于中止住，未来世中当成正觉，一切诸佛之所成就非是所睹，菩萨净眼乃能照见，此诸菩萨巨大威德，素植善根，知一切法如幻如化，普行菩萨诸清净业，入不思议自在三昧，善巧方便能作佛事，放佛光明普照世间，
无有限极，现在一切诸佛世尊悉亦如是庄严世界，无量形象，无量光色，悉是功德之所成就，无量香，无量宝，无量树，无数庄严，无数宫殿，无数音声，随顺素缘诸善之事，示现一切功德庄严，无有穷尽。所谓一切香庄严，一切蛮庄严，一切末香庄严，一切宝庄严，一切幡庄严，一切宝增彩庄严，一切宝蓝笋庄严，阿僧祇金网庄严，阿僧祇河庄严，阿僧祇云雨庄严，阿僧祇音乐奏为妙音，如是等无量无数庄严之具，庄严一切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无量种种业起，佛所了知，佛所宣说一切世界，其中所有一切佛土，所谓庄严佛土、清净佛土、平等佛土、妙好佛土、威德佛土、广大佛土、安乐佛土、不可坏佛土、无尽佛土、无量佛土、无动佛土、无畏佛土、光明佛土、无违逆佛土、可爱耀佛土、普照明佛土、言好佛土、经历佛土、妙巧佛土、第一佛土、圣佛土、殊胜佛土、最胜佛土、极胜佛土、上佛土、无上佛土、无等佛土、无比佛土、无譬喻佛土，如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土所有庄严，菩萨摩诃萨以己善根发心回向，愿以如是去来现在一切诸佛所有国土清净庄严，悉以庄严于一世界，如彼一切诸佛国土所有庄严，皆悉成就，皆悉清净，皆悉聚集，皆悉显现，皆悉言好，皆悉住持，如一世界，如是净法界、虚空界、一切世界悉亦如是，三世一切诸佛国土种种庄严，皆悉具足。佛子、菩萨摩诃萨复以善根如是回向，愿我所修一切佛刹，诸大菩萨皆悉充满，其诸菩萨体性真实，智慧通达，善能分别一切世界及众生界，深入法界及虚空界，舍离愚痴，成就念佛念法，真实不可思议，念僧无量普皆周遍，意念于舍，法日圆满，智光普照，见无所碍，从无得生，生诸佛法，为众甚上善根之主，发生无上菩提之心，住如来力，去萨婆惹，破诸魔业，净众生界，深入法性，永离颠倒，善根大愿，皆悉不空。如是菩萨充满其土，生如是处，有如是德，常作佛事，得佛菩提，清净光明，具法界智，现神通力，一生充满一切法界，得大智慧，入一切智所行之境，
善能分别无量无边法界聚义，于一切刹皆无所着，而能普现一切佛土，心如虚空无有所依，而能分别一切法界，善能入出不可思议甚深三昧，去萨婆惹，住诸佛刹，得诸佛力，开示演说阿僧祇法而无所畏，随顺三世诸佛善根，普照一切如来法界，悉能受持一切佛法，知阿僧祇诸语言法，善能演出不可思议差别音声，入于无上佛自在地，普游十方一切世界而无障碍，行于无争，无所依法，无所分别，修习增广菩提之心，得善巧智，善知聚义，能随次第开示演说，愿令如是诸大菩萨庄严其国，充满分布，随顺安住，熏修即熏修，纯净即纯净，恬然厌极，于一佛刹随一方所，皆有如是无数无量无边无等，不可数不可称，不可思不可量，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诸大菩萨，周遍充满如意方所，一切方所亦复如是，如意佛刹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佛刹悉亦如是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方便回向一切佛刹，方便回向一切菩萨，方便回向一切如来，方便回向一切佛菩提，方便回向一切广大愿，方便回向一切出要道，方便回向尽一切众生界，方便回向于一切世界常见诸佛出心于世，方便回向常见如来寿命无量，方便回向常见诸佛遍周法界，转无障碍不退法轮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时，普入一切佛国土故，一切佛刹皆悉清净，普至一切众生界故，一切菩萨皆悉清净，普愿一切诸佛国土佛出心故，一切法界一切佛土诸如来身超然出现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无比回向，去萨婆惹，其心广大，犹如虚空无有限量，入不思议，知一切业即以果报，皆悉即灭，心常平等无有边际，普能遍入一切法界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，不分别我即以我所，不分别佛即以佛法，不分别刹即以严禁，不分别众生即以调伏，不分别业即业果报，不着于思即思所起，不坏因不坏果，不取事不取法，不为生死有分别，不为涅槃恒极境，不为如来正佛境界，无有少法，与法同止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，
以诸善根普施众生，决定成熟平等教化，无相无缘无称量无虚妄，远离一切分别取着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已，得无尽善根。所谓念三世一切诸佛故，得无尽善根；念一切菩萨故，得无尽善根；敬诸佛刹故，得无尽善根；敬一切众生界故，得无尽善根；深入法界故，得无尽善根；修无量心等虚空界故，得无尽善根；深解一切佛境界故，得无尽善根；于菩萨业勤修习故，得无尽善根；了达三世故，得无尽善根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一切善根如是回向时，了一切众生界无有众生，解一切法无有寿命，知一切法无有作者，悟一切法无补伽罗，了一切法无有纷争，观一切法皆从缘起，无有住处，知一切物皆无所依，了一切刹悉无所住，观一切菩萨行亦无处所，见一切境界悉无所有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，眼中不见不净佛刹，亦复不见异相众生，无有少法为智所入，亦无少智而入于法，解如来身非如虚空，一切功德无量妙法所圆满故，于一切处令诸众生积极善根悉充足故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于念念中得不可说不可说十力地，具足一切福德，成就清净善根，为一切众生福田。自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意摩尼功德藏，随有所需一切乐具悉皆得故，随所游方悉能严净一切国土，随所行处令不可说不可说众生皆悉清净摄取福德，修至诸行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，修一切菩萨行，福德殊胜，色相无比，威力光明超诸世间，魔及魔民莫能沾对，善根具足，大愿成就，其心迷广等一切智，于一念中悉能周遍无量佛刹，智力无量，了达一切诸佛境界，于一切佛得生性解，住无边智，菩提心力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佛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无尽功德藏回向。菩萨摩诃萨住此回向，得十种无尽藏，何等为十？所谓得见佛无尽藏，于一毛孔见阿僧祇诸佛初心是故，得入法无尽藏，以佛智力观一切法悉入一法故，得一持无尽藏，受持一切佛所说法无妄失故，得决定会
无尽藏，善知一切佛所说法秘密方便故，得解意趣无尽藏，善知诸法理趣分歧故，得无边误解无尽藏，亦如虚空智通达三世一切法故，得福德无尽藏，充满一切诸众生意不可尽故，得勇猛智觉无尽藏，悉能除灭一切众生愚痴意故，得决定辩才无尽藏，演说一切佛平等法，令诸众生悉解了故，得实力无畏无尽藏，具足一切菩萨所行，以离垢增而系其顶，至无障碍一切智故，是为实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一切善根回向时，得此十种无尽藏。尔时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菩萨成就身心力，普于诸法得自在，以其劝请随喜福，无碍方便善回向，三世所有诸如来眼净佛刹遍世间，所有功德迷不惧，回向净刹亦如是，三世所有诸佛法菩萨皆悉地思维，以心摄取无有余，如是庄严诸佛刹，尽于三世所有劫，赞意佛刹诸功德，三世诸劫有可尽，佛刹功德无穷尽，如是一切诸佛刹菩萨悉见无有余，总以庄严一佛土，一切佛土悉如是，有诸佛子心清净，悉从如来法化身，一切功德庄严心，一切佛刹皆充满，彼诸菩萨悉具足，无量相好庄严身，辩才演说遍世间，譬如大海无穷尽，菩萨安住诸三昧，一切所行皆具足，其心清净无余等，光明普照十方界，如是无余诸佛刹，此诸菩萨皆充满，未曾意念生闻圣，亦复不求圆觉道，菩萨如是心清净，善根回向诸群生，普欲令其成正道，具足了知诸佛法，十方所有众魔怨，菩萨威力悉摧破，勇猛智慧无能胜，决定修行究竟法，菩萨以此大愿力，所有回向无留碍，入于无尽功德藏，去来现在常无尽，菩萨善观诸行法，了达其性不自在，既知诸法性如是，不忘取业及果报，无有色法无色法，亦无有想无无想，有法无法皆悉无，了知一切无所得，一切诸法因缘生，体性非有亦非无，而于因缘即所起，
毕竟于中无取着，一切众生语言处，于中毕竟无所得。要知名相皆分别，明解诸法悉无我。如众生性本即灭，如是了知一切法，三世所摄无有余，刹及诸业皆平等。以如是智而回向，随其误解福业生，此诸福相亦如解，岂复于中有可得。如是回向心无垢，永不称量诸法性，了达其性皆非性，不住世间亦不出，一切所行众善业，悉以回向诸群生，莫不了达其真性，所有分别皆除浅，所有一切虚妄见，悉皆弃舍无有余，离诸热恼恒清凉，住于解脱无碍地。菩萨不坏一切法，亦不坏灭诸法性，解了诸法犹如想，悉于一切无所着。了知三世诸众生，悉从因缘和合起，亦知心要及习气，未曾灭坏一切法。了达业性非是业，而亦不为诸法相，又亦不坏业果报，说诸法性从缘起，了知众生无有生，亦无众生可流转，无时众生而可说，但依世俗假宣示。佛子，于何为菩萨摩诃萨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？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或为帝王临御大国，威德广披，名震天下，凡诸怨敌弥不归顺，发号施令，悉依正法，执持一概，普印万方，周行率土，所向无碍，以离垢增而系其顶，于法自在，见者咸福，不行不乏，感得从化，以四摄法摄诸众生，为转轮王一切周己。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自在功德，有大眷属不可举坏，离众过失，见者无厌，福德庄严，相好圆满，形体之分均调具足，或那罗延坚固之身，大力成就，无能屈服，得清净业，离诸业障，具足修行，一切不失，或失饮食及诸上位，或失车胜，或失衣服，或失花蛮杂香土香床座房舍及所住处上庙灯烛，并圆汤药宝器宝车调粮相马，悉皆言事欢喜不失，或有来起往所处座，若盖若散，床幡宝物诸庄严具，顶上宝冠，髻中明珠，乃至王位，皆无所吝。若见众生在牢狱中，舍诸财宝妻子眷属，
乃至以身就彼令脱。若见欲求，将欲被戮，即舍其身以待彼命。或见来起连夫顶法，欢喜施语，亦无所令，眼耳鼻舌即以牙齿头顶，手足血肉，骨髓心肾肝肺，大肠小肠，厚皮薄皮，手足诸指，连肉爪甲，以欢喜心进阶施语。或为求请，未曾有法，投身而下深大火坑。或为护持如来正法，一生忍受一切苦毒。或为求法，乃至一字，悉能遍舍四海之内一切所有，恒以正法化导群生，令修善行，舍离诸恶。若见众生损败他行，此心救之，令舍罪业。若见如来成罪正觉，称扬赞叹，普使闻之，或施于地，造立僧房，房舍殿堂以为住处，即施同仆共成作义，或以自身施来乞者，或施于佛，为求法故，欢喜踊跃，为众生故，成事供养，或舍王位，诚意聚落，宫殿园林，妻子眷属，随所祈求，悉满其愿，或舍一切滋生之物，普摄无遮大师之慧，其中众生种种福田，或从远来，或从近来，或贤或愚，或好或丑，若男若女，人与非人，心行不同，所求各异，等皆施予，悉令满足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施时，发善摄心，悉以回向。所谓善摄色，随顺坚固一切善根，善摄受想行识，随顺坚固一切善根，善摄王位，随顺坚固一切善根，善摄眷属，随顺坚固一切善根，善摄资具，随顺坚固一切善根，善摄慧施，随顺坚固一切善根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随所施物无量无边，以彼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以上妙识施众生时，其心清净，于所施物无贪无着，无所顾吝，具足行施。愿一切众生得智慧时，心无障碍，了知实性无所贪着，但要法喜出离之时，智慧充满，以法坚住，摄取善根，法身至身清净游行，爱悯众生，为作福田，现受团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不施时时善根回向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若施饮食，以此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饮法味水，精勤修习，具菩萨道，断事可爱，常求佛智，离欲境界，得法喜乐，从清净法而生其身，常以三昧调摄其心，入智慧海，
心大法云，住大法语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饮食善根回向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布施种种清净上位，所谓辛酸咸淡，即以甘苦种种诸味润泽具足，能令四大安隐调和，机体盈满，气力强壮，起心清净，常得欢喜。烟举之时，不慨不逆，诸根明利，内脏充实，毒不能侵，病不能伤，始终无患，永得安乐。以此善根如是回向，所谓愿一切众生得最上位，甘露充满；愿一切众生得法智位，了知一切诸位业用；愿一切众生得无量法位，了达法界，安住实际大法城中；愿一切众生作大法云，周遍法界，普育法语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；愿一切众生得圣智慧，无上法喜充满身心；愿一切众生得无贪着一切上位，不染世间一切诸慧，常勤修习一切佛法；愿一切众生得一法位，了诸佛法悉无差别；愿一切众生得最胜位，成一切智，终无退转；愿一切众生得入诸佛无异法位，悉能分别一切诸根；愿一切众生法位增益，常得满足无碍佛法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为食善根回向，为令一切众生勤修福德，皆悉具足无碍智身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施车胜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，所谓愿一切众生皆得具足一切智胜，胜于大胜，不可坏胜，最胜胜，最上胜，速极胜，大力胜，福德具足胜，出世间胜，出生无量诸菩萨胜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施车胜时善根回向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布施衣食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，所谓愿一切众生得惭愧衣，以覆其身，舍离邪道，路行恶法，颜色润泽，皮肤细软，成就诸佛第一之乐，得最清净一切种智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衣食善根回向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常以种种名花布施，所谓微妙香花、种种色花、无量奇妙花、善见花、可喜乐花、一切时花、天花、人花、世所珍爱花、甚吩咐乐意花，以如是等无量妙花供养一切现在诸佛及佛灭后所有塔庙，或以供养说法之人，或以供养比丘僧宝，一切菩萨诸善之事，声闻独觉父母宗亲，下至自身及于一切贫穷孤露，布施之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
愿一切众生皆得诸佛三昧之花，悉能开敷一切诸法。愿一切众生皆得如佛，见者欢喜，心无厌足。愿一切众生所见顺切，心无动乱。愿一切众生具行广大清净之业。愿一切众生常念善友，心无变异。愿一切众生如阿伽陀药，能除一切烦恼中毒。愿一切众生承满大愿，皆悉得为无上智王。愿一切众生智慧日光，破愚痴暗。愿一切众生菩提净月，增长满足。愿一切众生入大宝洲，见善知识，具足成就一切善根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花时善根回向，为令众生皆得清净无碍智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布施蛮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人所要见，见者轻叹，见者亲善，见者爱药，见者可养，见者除忧，见者生喜，见者离恶，见者常得亲近于佛，见者清净获一切智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蛮时善根回向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布施香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愿一切众生具足戒香，得不缺戒，不杂戒，不污戒，无毁戒，离缠戒，无热戒，无犯戒，无边戒，出世戒，菩萨波罗蜜戒。愿一切众生以是戒故，皆得成就诸佛戒身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布施香时善根回向，为令众生悉得圆满无碍戒运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师徒相识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师相普熏，悉能会舍一切所有。愿一切众生戒相普熏，得于如来究竟境界。愿一切众生忍相普熏，离于一切险害之心。愿一切众生精进相普熏，常服大圣精进甲咒。愿一切众生定相普熏，安住诸佛现前三昧。愿一切众生会相普熏，一念得成无上智王。愿一切众生法相普熏，于无上法得无所畏。愿一切众生得相普熏，成就一切大功德智。愿一切众生菩提相普熏，得佛实力道于彼岸。愿一切众生清净白法妙相普熏，永灭一切不善之法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师徒相识善根回向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师床坐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得诸天床坐，正大智慧。愿一切众生得贤圣床坐，舍凡夫意，住菩提心。愿一切众生得安乐床坐，
永离一切生死苦恼。愿一切众生得就近床坐，得见诸佛自在神通。愿一切众生得平等床坐，恒普熏修一切善法。愿一切众生得最胜床坐，具清净业，是无余等。愿一切众生得安隐床坐，证真实法，具足究竟。愿一切众生得清净床坐，修习如来净智境界。愿一切众生得安住床坐，得善知识常随护护。愿一切众生得狮子床坐，常如如来右胁而卧。是为菩萨摩诃萨施床坐时善根回向，为令众生修习正念，善护诸根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施房舍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皆得安住清净佛刹，精勤修习一切功德，安住甚深三昧境界，舍离一切住处执着，了诸住处皆无所有，离诸世间住一切智，摄取一切诸佛所住，住究竟道安乐住处，恒住第一清净善根，终不舍离佛无上住处。是为菩萨摩诃萨施房舍时善根回向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随其所应思维救护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施住处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常获善利，起心安乐。愿一切众生依如来住，依大智住，依善知识住，依尊胜住，依善行住，依大慈住，依大悲住，依六波罗蜜住，依大菩提心住，依一切菩萨道住。是为菩萨摩诃萨施住处时善根回向，为令一切福德清净故，究竟清净故，智清净故，道清净故，法清净故，戒清净故，智乐清净故，性解清净故，愿清净故，一切神通功德清净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施诸灯明，所谓酥灯、油灯、宝灯、摩尼灯、漆灯、火灯、沉水灯、旃檀灯、一切香灯、无量色光灯、施如是等无量灯时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为欲摄受一切众生，以此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得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正法。愿一切众生得清净光，照见世间即为细色。愿一切众生得离异光，了众生界空无所有。愿一切众生得无边光，生出妙光普照一切。愿一切众生得普照光，于诸佛法心无退转。愿一切众生得佛净光，一切刹中悉皆显现。愿一切众生得无碍光，
一光遍照一切法界，愿一切众生得无断光，照诸佛刹光明不断。愿一切众生得智床光，普照世间。愿一切众生得无量色光，照一切刹示现神力。菩萨如是施灯明时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安乐一切众生故，以此善根随逐众生，以此善根摄受众生，以此善根分布众生，以此善根慈悯众生，以此善根富裕众生，以此善根救护众生，以此善根充满众生，以此善根缘念众生，以此善根等意众生，以此善根观察众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施灯明时善根回向。如是回向无有障碍，普令众生住善根中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施汤药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愿一切众生于诸盖禅究竟得出，愿一切众生永离病身得如来身，愿一切众生作大良药灭除一切不善之病，愿一切众生成阿伽陀药安住菩萨不退转地，愿一切众生成如来药能拔一切烦恼毒箭，愿一切众生亲近贤圣灭除烦恼修清净恨，愿一切众生做大药王永除重病不令重发，愿一切众生做不坏药树悉能救疗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得一切智光出众病见，愿一切众生善解世间方药之法，所有疾病为其救疗。菩萨摩诃萨施汤药时，为令一切众生永离重病故，究竟安隐故，究竟清净故，如佛无病故，拔除一切病见故，得无尽坚固身故，得金刚为山所不坏身故，得坚固满足力故，得圆满不可夺佛乐故，得一切佛自在坚固身故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悉能会施一切器物，所谓黄金器盛满杂宝，白银器盛众妙宝，琉璃器盛种种宝，玻璃器盛满无量宝庄严具，砗磲器盛赤珍珠，玛瑙器盛满珊瑚摩尼珠宝，白玉器盛众美食，旃檀器盛天衣服，金刚器盛众妙香，无量无数种种宝器盛无量无数种种众宝，或施诸佛信佛福田不思议故，或施菩萨知善之事难值欲故，或施圣僧为令佛法久住世故，或施声闻及必知佛于诸圣人生净信故，或施父母为尊重故，
或师师长，为恒诱诲领依圣教修功德故，或师下列贫穷孤露大慈大悲爱言等事诸众生故，专意满足去来经世一切菩萨谈波罗蜜故，以一切物普施一切，终不厌舍诸众生故，如是施时，于其施物及以受者，皆无所着。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种种宝器，成无量宝而不施时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，所谓愿一切众生成等虚空无边藏器，念力广大，悉能受持是出世间一切经书，无有忘失。愿一切众生成清净器，能悟诸佛甚深正法。愿一切众生成无上宝器，悉能受持三世佛法。愿一切众生成就如来广大法器，以不坏性摄受三世佛菩提法。愿一切众生成就最胜宝庄严器，诸大威德菩提之心。愿一切众生成就功德所依处器，于诸如来无量智慧生净信解。愿一切众生成就去入一切智器，究竟如来无碍解脱。愿一切众生得尽未来劫菩萨行器，能令众生普皆安住一切智力。愿一切众生成就三世诸佛种性胜功德器，一切诸佛妙音所说悉能受持。愿一切众生成就容纳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一切如来众会道场器，为大丈夫赞说之首，劝请诸佛转正法轮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不失弃时善根回向，为欲普令一切众生皆得圆满普贤菩萨行愿器故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25。